好，那我来说一下那个，因为电脑出了一点问题啊，有时候我就清了一下电脑，然后重灌了一下。那重灌完之后，就是很多东西都要重新下载啊，要备份又要下载。安装好，很多账号啊都要把它设定回去啊，前置作业非常多了。那没想到我已经搞了一个下午，现在开这个游戏的时候说可以直接来练功，哇！我的天，对吧？看这个守护精灵，我操，全部没了，全部空空的，我天哪！干，我要重新全部设定，干，超智障！你看，全部空了 ，shit， 补给没了。战斗辅助、宠物生产这些全部都没了，还不止一只没有啊！这只我本尊没有，看这只也没有啊！我这只386的白绿法师，全部他妈都是空的、啊！我操！我要全部重新设定啊！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多麻烦的事情，只是就是觉得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挂的分身很多的话，哇，挂的分身很多就很麻烦，又要密码，我就不秀了。看，都空的、啊，看，全部重设哎、欸。这个我本来就没设，这两个没设，这只本来有。对，密码。你看，这只有密码，要看。产号，这只也是，这只是辅助号，全没了。血，你看我这些分身哦，没了，没了，空空如也。妈的，分身他妈快20只啊，全部都要重设了，操！看，全部重设，那也不错了。那我就拍一集，我怎么设定这些。这些职业，哇，这些角色，我怎么设定他的内挂？哇，你看我这些啊，这些全部都是，好呀，他怎么死掉？那空空的，好吧，那我再设定一下吧，再花个时间设定一下，全空啦，设定也是一直也要花个20只设定，应该几个小时。所以说，这你们就知道啊，你重灌或者是换一个新电脑，基本上它这些内挂数据是不会保的。大家记住啊，这内挂数据不会保。那我不知道它那个数据是放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反正你只要重灌，或者是删游戏，可能也会没有。设定一大堆都没。